所以这一点比较快，这点比较快，是这一点比较快，这叫 A 点嘛？比较快还是 B 点比较快？哪一点的速度比较快 ？A。A 点的速度比较快，对不对 ？B 点的速度多少？零哦。快跟慢讲的是它的大小。这边虽然是负的速度，负的速度表示什么意思？负的就是负的速度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真不知道。啊，我想知道。往反方向走要负的速度嘛？哦，对。对吧？没错。我今天要在这边移动哦，我在这边移动，这个位置是负的，比如负 x。我如果往这边移动，速度大于还是小于？大于。速度大于，好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吗？这是有时候是正负。这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力。但是现在可以想象吗？已经超过我的想象力。那哪里超过？因为这是实际的。他的想象力贫乏。哦，那就不要想象了，就直接看到。一只蚂蚁在这边往这边走，它的位置正的负的？负的啊，位置是负的啊，你在这边嘛，位置它当然是，但是它往这边走，速度是正还是负的？正的啊。速度是正的啊，啊，这是正负号，很有点点关系，但是你仔细思考，应该没有太难，对不对，学弟？啊，我懂。你这个回答非常的敷衍。我没有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知道你们在讲什么，我也懂了，我也了解，我也理解，我可以上台讲一遍。好，谢谢。那就上台讲一遍。脑充，有没有上台讲一遍？我觉得说给专业的来。好，那我们来上台。所以刚刚浩天讲的这部分大家没有问题吧？就我讲的说，我现在不管任何时间，我只说。我想知道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之间的它所走的距离怎么看，就是把它画出来，关注在对应过来，我觉得它所走的距离是多少？啊，那我要算它速度很简单，就是把它对应过来之后，你除上它所经过的时间，我就要那一段时间的平均速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平均速度指的是说，你看哦，假设这段时间我对应上来知道这个距离，我把这个距离，这叫做 delta s。去除上这个时间叫 delta t，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平均速度？哇！啊哈，那平均速度是正还是负的？我画错了，不知道。是负的。不知道？为什么你不知道？你要说你想知道。啊、我们这段时间呢？我刚恍神了一下。这段时间，对你恍神，不能随便讲不知道，是你恍神。对，你要说我想知道，我不用知道。你要知道啊！不要知道、啊。我来问你们问题啊。这句话 t 的时间之内，它的平均速度是正还是负的？我觉得是负的。负的。为什么是负的？因为它往下。等一下，赵东说什么？他想要 t 光的。速度应该是正的啊。正的，为什么正的？因为赵东很正。加速啊。加速的意思。赵东。哎。好，你看哦，从这个点 t 零点。到这个点 T1 点 T0 到 T1 它在这条线上的位置是怎么走？往回走啊，是往回走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了，往这边叫正的，往这边叫做什么？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负的速度嘛，可以接受吗？啊，所以你知道在负的位置可以有正的速度，在正的位置呢速度可以小于零？可以，可以小于零，然后是往回走，就这样子而已。 OK 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让它平均速度是负的，可是就这条线上来讲的话，就这条线来讲的话，它有没有加速？有。它加速是什么加速？负加速加速。从你看从零的速度对不对，到负的很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从零的速度到负的很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或不是？我想。是。对，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加速度才对啊。从零的位置到负很多嘛，随便的。为什么是随便的？因为我已经继续很乱哦，我只感觉到非常的疲劳。好了，看起来我们要找一些实际的范例来试试看哦。我觉得看起来赵总要走一走。哎，赵总，我昨天有带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，叫什么？学点吗？回宿舍给你，你一定要穿着它来学校。好啊。有趣。
好，假设有一个物体哈，假设有个物体，它从时间零的时候呢，它的速度是每秒一公尺，它用加速度为每秒三公尺的加速度前进。请问一下，经过时间是五秒的时候，它的速度是多少？它所走的距离是多少？每秒加三公尺。第一秒是一，第一秒的话是第一秒是四，然后第二秒七，第三秒十，第四秒是三，第五秒十六。好，十六乘以五，所以十六呢？错。当然不是啊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距离还是速度？哪里 ？B 是距离。哦，那个是 B 是 B 速度 ，B 速度啊。对，那就是十六啊。OK， 啊，那手肘的距离嘞？就是十六加十三乘加减减减加。啊？它不是每秒走，一开始每秒走四嘛，四再加七，然后再加十，再加十三，然后再加十六。所以是说多少？十六加十三，十三加十，十加七，七加四，四。还要加吗？不要。不用了。好。有没有？我说距离四十呢？距离是四十，你第二个答案是四十。对，答案是四十。更不用加，那同样的东西啊。所以对，那零秒的话是在那个 E M 一撇，是说五十。它零秒它位置已经在 EM 不是 E M， 我没有告诉你位置哦。加起来不是五十。我不知道位置在哪里。是。我没有给你位置。是加起来是五十。所以说我可以假设，我可以假设它开始位置是零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加起来五十，你是五十。所以这边是五十。那这四十是怎么来的？然后十六乘以五，五就。OK。它的十六是，它这个事实是十六乘以五除以二。为什么除以二？为什么用十六乘以五除以二？好。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所以大家都接受这个结果。随便。有人接受赵文的扫戏。接不接受？接受。我不知道。接受赵文。接不接受？还在想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们都没有用我们的学过的东西，我们就直接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答案了。那我奇奇怪怪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第一次在出的题目，就是那个阶梯组的概念嘛。对啊。但阶梯组概念不合理，因为它的速度是正，是一个加速度。什么加速度呢？我们简单来看哦，这是 v t 图，时间为零的时候，速度多少？零。哎，对。你的手机要收起来了哦。时间为零，速度为零。时间为零的速度为零啊、哦？那我们这个一开始这怎么来的？是速度为一吧？你刚刚在不告诉我一四七十十三十六？第一秒的时候还是四啊？第一秒的时候是四。那零的时候，时间为零的时候，速度就是零啊，没有时间零了。啊，我的题目告诉你什么？T 零，然后 D 一。这什么意思？零秒的时候速度是一。啊？零秒的时候速度怎么样？是一。是一啊？那你刚刚告诉我什么？我错了。所以零秒的时候速度是一哈。对。然后一秒的时候速度是四。两秒的时候呢？两秒是七。七是吧？两秒钟是七。三秒钟呢？三秒是十。是十。你有找到关系吗？有啊，加三啊。所以它关系什么？等差。每秒加三公尺哦。每秒钟三公尺对。也等它速度。好，所以这条线应该怎么画？应该是这样画。对不起，画歪了。应该这样画呢，还是这样画？我觉得斜着画会
我们来证明一个事情嘛，哈。不影响第三遍。如果时间是三，如果时间是3:1的时候呢？时间三点一秒的时候，等一下，时间三点一秒的时候速度多少？三点一秒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多少？10:3。10:1。怎么来的？10:3吧。你看多少？10:3这种数据。那3:1后面怎么改 S 啊？那是秒哎，一秒乘以那个 A， 之后加到一上面的话。是10:3了。10:3哈，是10:3秒的，10:3每秒是10:3公尺，对不对？合不合理？合不合理？合理哈。所以它是接力图还是斜线？有口上斜体。啊？斜体。接力图，我们看一下，3:1在这里哦。3:1在这边的时候，你的速度多少？需要到接力图来看的话，接力图都是不是都不合理的？啊，这两个图都不合理，为什么不合理？要用加速度画才合理的。我斜线不是加速度吗？那对。哎，那为什么斜线不合理？这是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接力图合理还是斜线合理？斜线合理。斜线合理，斜线表示说你在任何时间带进去就合理嘛。哦。我如果接力图的话，带3:1进去，我得到了，如果按照接力图来看的话，我还是14每秒14公尺，可是不对啊。我的速度应该在这里啊，对，所以刚学点心算告诉我们说，3:1的时候它速度应该是10:3每秒10:3公尺，对不对？刚浩天奇来讲这个结果，但是他可能一下没有算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问一个问题，时间如果是1:7的时候呢？1:7的时候是6.1。6.1。嗯。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一加上1.6秒？1.7，兄弟，你今天算过来的。1.7乘上五是吗？每秒五的加速度吗？三，兄弟。每秒可以喝咖啡啊，对不对？老人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不是6.1秒？哎，对吧？没错。我跟你这样知道意思吗？你每一秒速度会增加3公尺，速度会增加每秒3公尺，每0.1秒呢会增加多少？零点三，每秒0.3公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1.7秒，我经过1.7秒，速度会增加多少？1.7×3。对。对吧？啊，所以它每随着时间的经过，它速度会快一点快，这叫等加速度嘛？我已经告诉你它是等加速度。A 等于每秒3公尺的加速度，所以它的 VT 图就是这个条斜线面积，哎，那这条斜线的关系图。好，那如果我们算它所走的距离，如果算它所走的距离，好，简单来讲呢，这个16对不对？刚刚讲16，16怎么来？我们看一下，一加上，经过了5秒钟，每秒钟会增加3。那结果是不是16？是不是结果是不是16？好像吧。是不是16？是吧？所以刚刚讲是对的啊、哦。这个部分用刚刚赵总讲的啊，第一秒是每秒1公尺，经过了1秒增加三，每秒3公尺就变每秒10公尺，再经过1秒增加每秒3公尺就变每秒10公尺，这样累加是合理的。算距离的时候，赵总这个算法简单来看嘛，他怎么算？他是算接力图的面积的。你看。他用这边是13嘛，16乘上1是这块面积，是不是13乘1是这块面积，10乘1是这块面积，7乘1是这块面积，4乘1是这块面积，这样算出来对吗？对吧？啊，不对啊，当然不对啊，因为他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用这个，这一秒钟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用每秒16公尺走啊，对吧？真的好烦，是最快的时候说，所以是最快在这里嘛。它大部分时间是小这个啊，所以它可以上下画一次之后相加除以二，没有错，对啊，没有错哈。所以说简单来讲，这个东西要算的话，要算这个梯形的面积才对啊。嗯，是不是？梯形面积怎么算？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。好，上底多少？一。下底呢？16。所以高是多少？
乘以五除以二，是不是等于等于多少？你刚刚的答案减除三十五。你刚说三十五。所以你再不让我休息的话，我要睡着了。不是三十五。啊？你觉得是三十五？这样算起来不是三十五。不是三十五。多少？42.5。42.5。八。哎，对，42.5。八这样是算对。这边是17嘛？对不对？除以二。17。我没有加。乘以五，乘以二，那你先乘以2.5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没错。是不是？对，换人算错了。耶、yeah!。学点算对吗？对啊。少算一。失忆了我的算。来啦，计算机证明一切啦。就是这样。42.5。注意。我那边写错，42.5啊。你啊，秋意讲的是34啊。34，你今天第几次啊？喝咖啡啦。不要深呼吸。啊，大哥。耶、yeah, ，Rocking Roll。